其实进手术之前，我是听说，就很多大夫说，哎呀，这个女孩特别严重，必须得给她截肢。当时我进手术之前，我记得我一直在喊，我说不要给我截肢，我有很多事要做，我要跳舞，我要做这个，我要做那个。当时想哭都哭不出来，可是我记得我在喊。我出来的时候，我第一个问的就是我妈在我身边。我说妈，我腿在吗？然后我妈说在。然后我就特别开心。然后我很多同学都站在那块儿，我就跟他们特别开心的说，哎呀，我腿还在，到时候我们还可以跳舞，还可以玩了。可是当时我那样说，我心里某个部位还在感觉有个东西不对劲。当时你心情特别差，突然有人来跟你说，哎，我们可以抓张假肢什么？当时我不是特别开心。然后后来他来了好几次，然后一直给我说，然后我就开始想通，其实我需要这个东西，我应该好好了解，然后就开始咨询，该怎么弄怎么弄啊。其实当时我是知道德林公司这个公司还是挺大的，然后他给我讲了很多东西，他甚至给我讲了手术以后不能吃什么，就很详细。就我的，到后来我们就成了朋友，就慢慢就开始信任他了，然后德林公司也开始闯入了我的生活当中。出了车祸以后，他第一个失去的东西就是自信。比如说，我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，可是当时出了车祸以后，我就开始不太自信了。德林公司，他让我相信我还可以自信。穿假肢刚开始的那一阵子，因为我不太自信，总是觉得有人在看我，心理上还是有点胆怯。可是通过出国旅游啊，然后，在不同的地方就受到其他人的那种，其实，外国人的思想，他不是以你的身体对待你，我觉得这个想法影响了我。然后回国以后，就开始慢慢的自信，我说，哎，我这个车祸不是我自己造成的，这是任何人都可能遇到的一种事儿，所以没必要把这个当成是我的一个错误。我觉得这样子是不仅是惩罚我自己，也是在惩罚我的家人，还有我身边的朋友。那后来我就开始想，我跟其他人没有任何区别，我就是我，我是一个热爱生活、自信的女孩。假肢是我的身体的一部分，没有任何不一样的。